华玉讲堂呈现一分钟道之天神人道一，天道无私，非人所以；神道举凡，非人所以；人道流杂，三品可以。观乎人之行也，品流复杂，难以折衷。上品者，秉善无他，义持公正；中品者，适宜道行，行稍妄心；下品者，行不伦，冲于滥，混道海，直道明，斗人事，败门风者，有太息不及上叹矣，哀哉！人世亦不易，人生殊难得，为人修仙佛，六道以此不。